让哎呦，您在王老师，从这块儿往这边看，算了，小明。有人家照了，你照啥？来，他往这边来，到那儿去照，照这个好，很好，专业，这是专业，这是，这是小姑娘。那不行，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把人还要照大一点，这个脚瘤啊，脚瘤的太多。你看，我给你们来一个，这小姑娘，你这过来是吧？不，别我先来一个。对他们特别精。五幺幺，我给你送，那你来，对，送我一张。好，他得问我。这会照相的人就麻烦，我跟你说吧。学我们就照一个人，是不是顶天了？咱们还要照什么？这个呢？你觉得他人紧张的，腿再低一点是吧？不是，他不喜欢那样的。行，站回来。行了，他说行了，我说方军的，方军那就是，哟，那你还得方军是七，那个对，那还得加个，就是加个微信。我刚才问有没有，哎呀，你回来，我夫人再来一个，嗯、小编你过来，你往里站。那站你那，他们看你走了多扫兴。小兵大姐好，好，好吧，有机会好再请。那给人家约的时间没办法。那是妈妈姐姐好啊，好，好嘞，以后有机会再来。段司令，他要跟你照相。我肯定是的。你们单独组合，我才能聊。说麦没事，没事。他还在这个南方涿州，涿州有个梨园，产产的梨送的。我们的梨，真的非常。别送我，我他妈在成都呢，等我回来以后呢。在这不你。谢谢乔，谢谢乔总，谢谢啊，哎，回头见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只能右拐出来。